很冷哦。全场一个露肚脐的，快点。对对 对不要很冷哎。那你就这样。太过了，抢太难了。我不想要穿这个。你全超冷，不要这个。你要光头啊？因为我光头过水没擦。我真的是大惊吓哎，这个居然被淘汰。请问 Netflix 原创怪兽动画也作为新宿某知名饭店的地标，请问该怪兽的名字为何？几个字？请作答。原创怪兽动画，新宿某知名饭店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只知道这一只有一个吧。哦，我看过那地标。画出来吗？我看过那地标。画出来。倒数五秒，五、四、三、二，请翻版。对啦，都吉他啦。不是。还写特斯拉，酷斯拉，特斯拉，哥吉拉是美版的，哥吉拉是日版的，但一直都一样，都算。对呀、啊。问答题第六题，请问哈利波特是霍格华兹中哪一个学院？你应该要说他是霍格华兹才对啊！叫你们打哈利波特不打？答什么？叫你们下载手游不下载？超级简单耶！终于有一集可以分出我们的差距了，真的真的好开心、喔！要跟这种人比，我认识真的是怎样？你会霹雳卡霹拉拉吗？哎、欸，我答对，我答对，我们都对啦。嗯，五、四、三、二，请翻版。格莱芬多，这一段球的答案是，答案是格莱芬多。球队，这一段球队，哎，我最后一秒想到。问答题第七题，2020年底在东京铁塔结束营业的动漫主题乐园为哪一部动漫？那随便。倒数五秒，好，猜了。五、四、三、二，请翻版。航海，我也猜航海，我写进结局。我原本写进结局。答案是航海王。哇！海贼进结局没有一百。海贼王，海贼王也可以。哎，林轩又答对了。你写海剑王哦，海贼王，不写海剑王不行吧？不行吧？这个不行吧？我不会写海贼王，谢谢。我也有侮辱的声音。来，跟尹轩是平手，所以要不刮不来哦。好。谁要先拔、啊？这个是拔到醒杯吗？还是怎样？谁先拔到醒杯，那一个人就获胜。赢的先，好，赢的先。想要说不，想要说不，你先。来吧，一个醒杯吧，直接醒杯啊！哦，啊，我们跳杯，好险！他说你写在公啥？跳杯啊，跳杯，跳杯，跳杯。哎，跳杯是打开吧？我想要一拳超人呢。你我在想说，茉莉公主还是卡卡西？不要给他意见，不要给他意见，不要给他意见吗？不要给他意见，因为卡卡西我今天就可以素颜，然后整天都不用上妆。你就选这个了啦！我不要，我打的那么辛苦，哪里辛苦啊？辛苦，我很辛苦，才有效果，真的，你选。那就交给你啦，你的人生要高出新高度。不要，不要说服我。三。啊、哦，好，卡卡西，好，那这个是你选的卡卡西，换你，换你，我要，我怕冷，我美少女战士，我会流汗，我美少女战士，好可怕，我要美少女战士，你是穿短裙，跟我说你怕冷，热肚子，哎，那个三月，他说三月，这个全部遮起来，我要李小龙，李小龙好暖的，不是好暖，我不想要这个。等等啊！等一下，有水是吧？等一下，你看，哎，长袖超暖的，我不想要这个，还有手套哦，这个很像你耶 ，Sorry， 这个很像你耶。等下我先把这淘汰，这是曲艺的，我不想要，哎，我可以耶，这个好了。可是这很可爱，你看你短头发，这就是你的，我不想要。那你全场唯一短头发，很冷哦，全场一个露肚脐的，快点，对对对，不要很冷哎，那你就这样。太过了，抢太难了！我不想要穿这个，你们全超人，
不要这个，你要光头啊，因为我光头过水没擦。我真的是大惊吓，哎，这个居然被淘汰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会想欢迎丽江姐？不想穿这样子在那个大街上游走。哦，这个太显眼了，一身很冷，太性感了，我不想要。我也是。这性感在哪里啊？还有露肩跟露肚子，性感的一拳超人。你想我拳出花？没想到大家竟然在讲一拳超人。好浪漫啊！是我要决定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就给你了，就给我，我就这个喽。这个我可以啊，丽江反正有丰富行程嘛。